仙界也有卖假药的吗？啊？得找店家赔钱啊。敢毒害本王的人，居然只有这点胆量！仙界果然养蠢物。你凭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卑劣灵族，如何配得上芙蓉仙君？你这么喜欢芙蓉君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带你一同到天君那儿，你好好跟天君表达表达你对芙蓉君的爱意。让天君为配得上芙蓉君的你赐个婚，可好？你，本来这种毒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伤害，但与方才吃进去的药在体内一合，倒是有点厉害。不过如此嘛，芙蓉君从来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私占的。就是。你们仙界这帮臭丫头，当真是欠揍极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中了这么多毒，被芙蓉君荼毒了这么久，本王今日便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铁血真英雄。15333，15331，15332，15333，15334。谁呀、啊？本仙君马上就要破纪录了，这是养的女鬼吗？仙君，好像有仙女去碧苍王的院子里图谋不轨。走。去看看。我去你的。走，快。沈林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有三个不知死活的仙子来送死，认识这个吧？啊！我把他们给杀了。你把他们杀了，然后烤了？尝尝吗？灵界的战神又想追寻一场爱情，像古神他没有机会去体验爱情。喜欢上一个人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情感我觉得很复杂，俩人知道了对方身份都选择了克制，没有过多的这种肢体接触。面对行李的时候
是我比较喜欢的吧。挺好的，肯定是还不错的。感情最有趣的就是它不是靠你主观意志去克制就能克制住的，他们两个非常有默契，挺甜的。他俩玩的挺好的。芙蓉君非常的浮夸，莫方的那种感觉，很腼腆的人嘛。互相在抵抗的同时，也是在摸索对方。的时候是我比较喜欢的吧。挺好的，肯定是还不错的。互相在抵抗的同时，也是在摸索对方。他们两个非常有默契，挺甜的。他俩好像还挺好的。见到他眼睛放光，我觉得他们的爱情一定很美，还挺有 CP 感。是我比较喜欢的吧。挺好的，肯定是还不错的。互相在抵抗的同时，也是在摸索对方。他们两个非常有默契，挺甜的。他俩好像还挺好的。第一次见到他眼睛放光，我觉得他们的爱情一定很美，还挺有 CP 感。